近日风行摄影师拍摄到许魏洲和柴鸡蛋一起出街的画面。当天摄影师在路上发现许魏洲的座驾，只见许魏洲一路疾驰，不久后便停在一家小区门口外。此时摄影师发现身穿粉色上衣的柴鸡蛋迅速坐入车中，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，许魏洲还拿起烟很随性地抽了起来。兴许是有了上次被拍的经验，两人并没有什么亲密互动，大多数时间都是一前一后的走着。两人此行是到光线传媒谈事情，不久之后又一起出门。贴心的许魏洲先把柴鸡蛋护送回家，随后独自前往某酒店与朋友谈事情。几小时后与朋友各自上车各自回家，谁知不久后许魏洲的座驾又出了门。不过驾车的并不是许魏洲，而是他的助理。只见助理来到一处接了一个女孩，随后助理同女孩一起回家，想必这个女孩应该是助理的女朋友吧。看来经过上一次被拍，许魏洲和柴鸡蛋的感情并未受到影响，两人相处起来似乎也更自然了。不过你们要是既然不承认，吃瓜群众表示也没有办法咯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